动上出海哪？以为我们没看到吗？哇！你怎么在外口铁头？哇！你怎样出来？欢迎光临驾到。好了，看到我很开心。我忘记了，起码他的地方到哪？我说你哦，你嘛赶快啊！太阳大嘴哦，老婆一定。对不起。爸今年出代志的时阵，你想要无爱斗三工？爸是你的亲人诶，不是你伫咧地府中无意间拄着一项代志，你若是要负责，你就要负责到底，卖只是路见不平，爸道歉。爸，你对不起。是我害的吗？对不起，爸爸一直要叫我。郭总经理，你这么有能力，这么有才情，老董事长知影，黄鹤就袂。你一路走来，有烦也辛苦，你比别人较认真、较打拼，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皇后娘娘一指道：“谁敢说不？”你总算是达成你的心梦啊！心梦，心梦是什么？心梦，心梦，心梦。来，那豆沙。我应该，能不能解锁？伊家亲情住伫咧精神病根本都是两个人嘛。江家，叫我厉害，我阿姐，别误解我。你刚这样子也很好哎。一切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你就照这样子，你能照这样子演？跟导播讲，就照这样子。就不讲，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